好，感谢师傅。啊，师傅，那个我想请教一个那个几个问题，这个就是属于说有一个新同修，然后刚学佛不久，他就学大菩萨许大愿，他许愿生生世世不要杀生，然后老同修看了之后惶恐不已，像这种违愿之后会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平时都有不经意的踩死蚂蚁啊，或者不故意的打死蚊子苍蝇，请教师傅，这样的愿可以许吗？后果是什么？你不当心的念几遍往生咒就可以了。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在这个世界里边，你听得懂吗？就比方说你今天想把这个蟑螂打死，你没有看见蟑螂，你的恶念已经在你心中存在了，你已经有业障了。你今天一走路不当心踩死这个蟑螂，你都没有罪，像你想打死蟑螂没打到这么重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就是意念呗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师傅，对了，然后师傅，您说那个我们许愿的时候，就是能否讲生生世世怎么样？比如说的生生世世不杀生啊，生生世世弘扬佛法呀，生生世世不结婚等等，这样事儿的呢？你还准备下一辈子再来啊？生生世世，我是不来，你为什么要说生生世世了？生生世世么下辈子你再过来了？那你脑子又有懂，对不对啊？听懂了。